有点歪了，姐。这个低了，你看，姐，姐，你怎么了？张亚天哪的？不是，混蛋，我找他算账去。这不是，姐，你，哎呦，你快坐着，我给你擦点药。等会儿啊。怎么回事呢？这是。这怎么回事啊，姐？你再不说，我就报警了啊！不能报警，千万不能报警！你要是报了警，我就没法活了啊！那你倒是告诉我怎么回事啊？这是啊？那你答应我，千万任何人都不能说，你要是说了，我就只有去死。保证不说，我要说了出门被车撞死，行了吧？我被人强奸了。张海天知道吗？我没有告诉他。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不能一个人扛着啊！姐，你得告诉张海天，他应该会理解的。我告诉你，我怀孕了。什么？那，哎呦，冷静啊，先冷静。我想想，这孩子是谁的？我不知道。所以我不敢报警，更不敢告诉海天。如果他知道了，肯定让我把孩子打掉。但是他是一个小小的生命，我舍不得。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姐，姐，你听我说啊，这孩子在肚子里一天天就大了。所以我每天就用这个。我就使劲的做，我做我自己，我做什么呀？我觉得我自己太脏了，你知道吗？别动了！哎呀，我要做一个好了，好了，停下！安静，好了，安静，安静！我觉得我太脏了，我一定要把自己擦干净，但是我又做不到。冷静，冷静，冷静，听我说，姐，我问你。咱能不能不要这孩子？我做不到，我做不到，我做不到。姐，那要不再告诉张海天吧，好不好？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呀。你说，绝对不可以，绝对不可以，不能告诉他，不能告诉他。哎、好好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不能告诉他。哎，方曼，姐夫，哎，回来了，不吃了饭再走啊？哎，不吃了，我来看看敏姐。哦，我感觉她最近身体有点不舒服。姐夫，你最近多关心关心她吧。我公司太忙了。再忙也不是理由啊。是。我能感觉到，你姐最近情绪不大对劲。但我真的压力很大，自己弄得焦头烂额的，确实没有照顾好你姐。
那姐夫，你是工作上遇到什么问题了吗？本来不该跟你说的。老麦，既然话说到这份上了，就算我今天有个地方宣泄吧，要不然我真的扛不住了。怎么了？公司最近出了点事情，我那合伙人老胡，就是你认识的那个胡明，我俩散伙了，所以现在公司严重的缺人。如果这单生意能接下来，公司就算立住了；如果接不下来，我的创业就失败了，一切打回原形。姐夫，那你要是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，就跟我说。你不是学财会的吗？啊，那我还真需要你。好，好，以后再说吧。你先回去，我姐等你呢。我先走了。好了，好，慢点啊。哎。你非得这样吗？姐，咱们还是试着告诉张海天吧，也许结果不一样。万一他能接受这一切呢？再说了，你这么一走，所有人都会认为是你的错，甚至怀疑是你出的轨，何必呢？要不，咱们先去做个亲子鉴定。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我这做的一切，无非就是给自己找了个理由和借口。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最坏的结果，我宁愿浑浑噩噩的活着。结果对于我来说并不重要。守住了我的承诺，没有跟任何人说。可我不知道，这是不是害了你？真相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。我那天看到刘源跟高琪的时候，就感觉上天好像给我们两个做了一次预演。即便是能在别人身上看到无数种可能，可是放到自己身上的时候，还是很难做抉择。所以那一天你把采样的样本还给了他们，我一开始觉得奇怪，现在一想好像又那么合理。所以你做好决定了吗？我很爱你，也想和你一直在一起，但是我真的很害怕。我是亲姐弟，但是我没有办法像高琪和刘渊那样装作若无其事的过下去，因为怀疑的种子当埋在心里的时候，不是嘴巴上说啊没事儿，那个事就不存在。那你决定做亲子鉴定吗？你愿意吗？如果亲子鉴定结果出来，我们俩有同一个生物学父亲，那我们就做最亲近的姐弟。
如果亲子鉴定的结果出来，咱俩不是亲姐弟，那我们就永远在一起，好不好？听你的。那不就还好，咱俩还没那个啥，要那个啥得多尴尬呀！你这个人真的是帅不过3秒。